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，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。官方这次推出10万亿的刺激方案，首选啊，从股市开始，前所未有的大力度托市嘛。那么11之后呢，这股市立马转向下跌，现在突然就要大放水下猛药了，突然转向对投资来说呢，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。这个危机太重了，习近平政策上呢，他顶不住。中国的股市啊，散户贡献了82%的股市交易额，对，但仅仅获得了9%的利润。机构投资者交易额18%，但却获得了91%。上市公司这些大机构，他不但没有回购股票，反而是现在在趁机去套现。这个国王如果不好了，就会出现一个政变。那毛泽东在3年大饥荒之后，7000人大会上受到批评了，只好退居二线。对，那现在习近平的处境呢，也非常类似。党内几乎一致都反对习近平，包括现在表面上跟他走的人。请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，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，欢迎大家关注收看。